大家好，我是黄河边。今天你看，我们有一位新人啦，你看看。这个今天呢是2018年的10月20号，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最后一个选举日。对了，我们这个新人呢，我要一会儿叫他介绍一下。我们怎么看？好像我们黄河边播报来了一位纪委书记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这么正面人物啊！这样子一看就是，在部队就是连指导员呐，在单位里面基本上就是党委副书记。是，这人都说我呀，像朱时茂演不了负面人物的正面人物。就是官没当过。对了，就是演那个反派呀，也是混入敌人队伍当中的，我地下工作没错。对了，我党的好干部。张老师，你自己介绍一下。好，本人叫张国瑞。原来嘛是个教物理的，搞工的，跟这个新闻一点都不沾边。今天呢，到了您这里啊，凑个数，哪里跟您聊聊天儿。这个也是呢，在这儿生活呢，见识一些，也是啊，没事儿闲聊。这个张老师是我邻居啊，今天我们正好在这个超市里面碰着啊。那么我就先问问你，对对对，今天投票了没有啊？哎呀，可惜呀、啊。怎么了？没有投票权，你看，但是今天，恰巧，哎，我爱人有投票权，哦，我呢，跟他去一起去的，哦，参与了投票的全的过程，投票者家属，护送家里主要人员前往投票，对，也参观一下，态度也混进了那大厅了，哦，这是叫直接感受，对，我们这个西方民主制度啊，这种熏陶一下，对，那就好，张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你觉得在海外哈做什么比较容易？我觉得做生意是肯定比较困难啦。你看看做什么比较容易？这得看是什么人啊。啊，像我这样的啊，对啊，做什么都做不了。地下党支部书记是做什么都做不了啊？为什么呢？第一啊，在这儿啊，语言先是不行哦，语言对，对这社会也不了解哦哦。然后呢，在这儿也没有读过书哦，文盲。你说我能干什么呀？对对对，这个倒也是哦。那你分析一下，做什么比较容易一点吧？哎呀，在这儿做容易一点的 是我看啊，在这儿什么混个什么搞个那个什么协会呀、搞个群啊，当个群主啊，这个是挺好啊、也是个领导嘛。就是你就是做干部最容易了，对，就是、这就是干部嘛，去给自己设一干部。对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还碰到有一个还真把自己当干部了，他家里啊，群主就是干部，群主管500人呐、里面什么人都有、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他是一个同乡会的会长啊，他呀在家里啊还专门弄了一间房啊，上面还一办公室，对呀、还坐一排，上面写会长室。我到他那那我也见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名片啊，我写的正反面还带折叠的。对，折叠的写不完，都写不完。那第二次还全是会长。对对对。啊，写那小字啊，我不戴一个400度的眼镜，我都看不清楚的。那你这个还算少的。我跟你讲，怎么这么多的会长啊？我见到一个是2张名片连在一起啊。我问你一事啊，他们这么多协会会长，他们挣钱吗？不挣钱呐、那不挣钱，这么多协会干嘛呢？倒贴了，那倒贴一个会长，二姑娘倒贴一个会长贴一个，贴一份钱啊，是啊是啊是啊。那么一大串的会长得贴多少钱啊？有人喜欢干嘛，是不是？哦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吧，还有一个也挺容易的啊、当什么干什么？那做市长啊。做市长，对呀，就像昨那天选举那个他们见面会，我也去了，交冒谁都能当市长。这不能这么说啊，不能这么说。那人家这个基本上掂量掂量自己能做市长，这是一个叫参政议政的实际行动，这个要鼓励的呀。哎呀，我看了啊，只能是个积极性，说掂量掂量自己就能掂量说自己当市长了。那天我可听了啊，怎么样？我不好意思说、你在加拿大，我可不好意思说 啊。就在咱们这社区，他们开了一个见面会，议员啊、市长选举的见面会。对。哎，那市长他会什么呀？他就说
啊，什么城市改造啊，什么警局的事儿啊，我听着都不靠谱。我要就是听他这就当市长，我就能当。那老观念呢、啊？老观念、啊，老观念啊！各位观众啊，老观念，你以为这里市长是一定要从科长开始做起吗？那他对这儿都不了解，他连个说连个警察都没当过。完了以后，在这儿就说警察的事儿，也没有说在这儿生活这么多年，完了以后深入到各个领域里边去，啥都不知道，就跟写文章似的，提出几个观点就完了，就当市长、啊你。你说的那个不是华裔吧？不是啊、哦，那就好。啊、哎呦，你要说华裔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没完呢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一次啊，这个整个温哥华呀，有，列治文有三个啊竞选市长，温哥华有两个。竞选市长、哦、这说明我们华人当中市长的苗苗很多呀。是这次啊，其实我也了解，哎，咱们的华人这个市长啊，确实啊，好多人在协会里边做了很多年、哎、是是是，深入这种华人的生活啊，但是新人生活咱不知道啊，对，深入华人生活，华人社区，对，哎，有的放弃了自己企业做义工做了很多年，没错，哎，这个有的是企业家，还有的是教授，哎，这个我知道。华人我觉得啊，哎，没把这位置看清，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西人的一个，我这次看的那个见面会里头，是可能有80%从来没做存过证，又当议员，又要还有选当市长，我在这儿啊，一头雾水，没看明白。你这个对候补的这些领导啊，这个后梯队啊，你是没有信心啊，要有信心啊。不是，这信心从哪儿来？我就糊涂。你可能在这待的时间长，哎哎哎哎，你比如说他们就提出来啊，哎哎哎哎，说这个轻轨，哎啊，是地面走的还是天车走的？对，完了以后呢，他们说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嗯啊，简单的计算。啊，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呢，是想拿到这笔钱 啊， 啊，要不你要不建轻轨啊，完了你要是放弃这项目就没有钱了。是，但是底下这些地面交通和空中交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觉得他们都没说的点儿。就连我这外行啊，嗯，我也不是没坐过地铁，哎、在中国天天坐地铁、啊，对不对？在加拿大咱坐的不是很多，也老坐，是也老跑交通，也知道。我怎么觉得说的不到点儿上、啊？他们这个愤青呢、啊，中年愤青呢、啊，啊，你自己不下池子玩，你还经常给别人提意见，我在中国估计也提拔不了。哎，你在中国做过干部没有啊？做过班长吗？哎呀，比我好点呢、啊，我做个副股长，副股长。人说了，这个不做到科长，这不算干部呀。这个在中国，哎呀，是在科长，哎，在这儿合什么级别呀、啊？科长 啊，科长到这边没级别呀、啊，这儿没级别，没级别，这儿市长是什么级别呀、啊？市长也就是自己上下班，在街上也没人打招呼，这个很惨的啦，不像我们在中国呀。哦，对啊，这个做个副科长，我跟你讲，在里弄里面摇晃的，哦、我跟你。那我问你，哎、这儿没有？看着说，我认为啊、哎哎，说是有多高的水平人想选市长，多有多少人积极的选，是不是挣钱少啊？这不是啦，门槛还是有的嘛、啊。你别看有好多，比如说经济也去做市长啦，这竞选啦、啊，有一些，比如说，哎，我还看到一个做厨子的也去竞选市议员啦。但问题是，他必须、哎、我说我怎么没有看着说大老板想做市长的，说介绍的时候我是专家教授，我是年薪多少的，我想做市长的。在中国可不一样啊，中国的做市长可能挣钱多，现在是博士毕业就想做市长，就算做公务员也不错。看来的、啊、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温哥华海外的这个生活还是少，这个老板呢、啊、90%呢这个英文跟我们一样不过关呐、啊！我说的是，我看那个老外一样啊、哎、啊，老外，老外的英文不错，没有介绍的时候没有说哪个我是哪公司董事长，我是哪个公司 CEO， 完了我上这儿有社会经验，我有钱，我有投资，完了我做市长的没有啊？都给川普给盖帽了嘛？那人家川普大老板做了美国总统，哦、别人不敢出来了呀，献丑了呀。我还以为川普要做个榜样，哎，这个美国、加拿大最后都是有钱的人要当市长、当总统的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示范效应了。肯定啊，嗯，挣钱不多。一年嘛，你像温哥华市长嘛、嗯，10来万块钱还是有的了，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
贸易公司总经理啊，十来万块钱。哎，你要一说说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有一次我们跟那个一个省议员打交道，嗯、是省议员打交道呢，他那秘书是中国人啊，他跟我说了，嗯，我问他啊，嗯、我说。他这么辛苦，社区哪儿都去、嗯、老百姓哪儿都去啊，对吧，有大事小情都去，他得挣多少钱呢？后来这个他回答了，他怎么说？嗯，他说呀，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要是他干这点事儿啊，挣这点钱我不干。你看看人说了，嗯，中国做干部最容易，挣钱还多呢，挣钱多，什么财啊色的全往，哎，对啊，全往你这里串呢、啊、对啊，要挡都挡不住，要不那博士不做教授去、哎、我不做专家，要做那个公务员去呢。广东那边，嗯，派出所所长你知道没有300万块钱，算了，这个别说了，不，这个这里剪一剪啊，剪一剪我们就说漏嘴了。总之呢，在国外做干部没多少油水。哎，我还问他啊，我还问他，我说这个原来我认为啊都是很有钱的人在参政啊，这样呢、嗯、他是有了钱了要做公益嘛，对对吧，嗯，结果现在看好多这个议员，包括这个省议员，嗯，他不是有钱的人，干这活又不太挣钱。对，这也算一个公嘛，是吧、啊、这个公务员嘛，这是民选的公务员嘛，这个哎你问他图什么呢？就是做一公做好事儿。哎，不，议员，市议员一年收入4万多块。4万多块啊、哎、对，养得了家吗？哎呦，4万多块嘛，我看你还有交税呢。哎，对，那个学务委员呢，各个城市不一样，一般呢是在2万到3万之间还是有的。哎呦，那不是白给吗？哎，什么白给啊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不用坐班呐、啊、拎了个包啊，哎，转转呐、啊、转转。那你不知道吧，那这2-3万块钱就不用交税了。哎呦，要再交了税就没了。哎，不，税是税，是啊，它挣得少吗？你比如说你还有另外一工，那么加起来才1块交税嘛，它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考虑今年年底啊入个籍啊，能够明年呢、啊、自己能有点想法，是吧、啊、哎，争取是吧，争取明年你等到下一届你准备竞选什么呀？照你这么说呀，哎，是啊，就是什么人都能当这官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那我不正省你在中国腐败没关系。我呀，哎，市长都不当了啊？这怎么了？我选省长不完了吗？哎呀，那么张老师，那不是猫一个人，就是填个表，不是就可以选吗？哎呀，这个，而且我原来吃相太难看了。我原来以为啊，你得当个议员，议员以后你才能再当市长。啊，不直接？不是，他两码事儿，这事儿。那再当省长，这当这总统这选举，上次赶上了，不知道怎么选的，是不是随便人也可以报啊？哎呦，你这样吧，你问问你太太吧。有关这一方面的普及呢，我看你这基本上是属于文盲。哎，我是不关心，是吧？因为我也没有资格嘛，所以我就是看热闹。那么省长呢，还要过3年呢，啊，还要过，你好好练练英语吧。现在的英语怎么样啊？英语还不错。哦，我认识27个字母。啊，怎么多了一个呀？哎，那是还有我编的一个。哎呀，发音比你多一个。哎呀，这搞来搞去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创造了一个字母啊。好了。那个各位观众，今天非常高兴和张老师聊这么多啊。那个张老师，好，还有什么跟观众说的？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呢、嗯、非常高兴，和黄河边呢一起来讨论今天的大事儿。对呀、啊，选举也让我有了信心，哎、明年进军省长啊。对呀、啊，明年开始进军，开始是吧？祝一个3年以后，我就到市政府来见你啊，不是省政府来见你了啊！助我一臂之力！哎，对，一定，谢谢好，各位观众再见。再见。